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今天是周四，正常的视频更新日，因为是我出门诊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是几个啊传统项目啊，一个是外耳道的，前面几个是外耳道的叮咛啊，还有一些胆脂瘤啊，还有真菌啊。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四岁一个小公举啊，一个小公举，外耳道里的这个叮咛块啊，右侧呢还算不错啊，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给拿出来了，但是这个小公举呢，左边就不配合了啊，左边就没让动，那么就是我的原则就不强求啊。这是个成年人啊，这是一个大老爷们，一看就是这个棉签加工过的啊，中间就捅出一个坑来。惧怕疼，跟那个小孩差不多啊，就动到这儿就龇牙咧嘴的。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耐受力差别特别大啊，即便是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会像儿童这样。这个是完全被棉签加工的啊。当然它的前提是有天分啊，供货量足够。那么用钩针啊调整好这个叮咛块的方向啊，最终把它拿出来。顺便提一句啊，这几天的微博呀，好像微博上比较热闹啊，头条上相对冷清一点啊。关于北京一家医院惹的事儿，我就不说是哪家医院了，泄露了患者的个人那些信息啊，不光是患者本人的啊，包括甚至把那个把人家手术其他手术患者的这个信息全拍进去了，姓名啊，疾病的名称啊。这个东西很不好，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这个医院，反应也确实比这个还不好，因为这个泄露信息其实是个人行为啊。医院正常其实就是发个道歉的就可以了，就改进一下。结果医院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声明啊，真是很无语了。所以现在这个医患关系的这个事儿啊，双方啊都是有问题。我们有些同行呢，这个东西站着护短的角度啊，以前感觉有些挺理智的这个医疗自媒体的朋友啊，对这件事反应让我也很不可理解啊。明明就是有错，这玩意儿怎么还，哎，好吧。顺便提一句这个，因为有些话在网上不好直说啊。好，前面呢一个小朋友的啊，一个是大人的，这个还是这个，对，这是个老太太，现在视频上还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去年啊我给她做的操作啊，当时考虑是外耳道胆脂瘤，叮嘱让他每年过来复查啊。这个大概过了不到一年吧，他跟我提供的时间我感觉后来算了一下，可能还不到一年。在鼓膜表面啊，这个位置按说是没有叮咛线的，对，这跟普通的叮咛有很大区别啊，这个区域是没有叮咛线的，而且这个老太太老人他本身也没有一些明显用棉签的习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自然脱落。鼓膜的上皮组织的一些产生的代谢的废物，包括外耳道皮肤这些区域的代谢的废物堆积在局部啊，最后形成了这种状态。去年那个可比这个大，去年那个是一个实心的啊，现在只是在鼓膜和外耳道深处的啊表面形成了一层这种角化层式的东西啊。
这个可不是定宁啊，这个超过了这个定宁县所分布的区域啊。钩针把它挑起来以后啊，小钳子夹住，这个多少真是有点疼了，这个因为粘在鼓膜上了，这个只能说定期的把它取掉。鼓膜才显露出来啊，表面有些充血，基本上有点像结这个伤疤似的啊。前面是定宁啊，玩到胆脂瘤，那么后边两个是有关真菌的啊，真菌形态非常多，今天来的有这种带毛的啊，还有这种非常这种，我个人考虑是真菌啊，因为我曾经做过真菌的这个一些图片，但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这个真菌的这种啊。菌丝的痕迹，但是这种用普通的定宁栓塞呢，又解释不了，因为生长速度明显的比普通的定宁要快啊，介于这个真菌和定宁之间吧，这个大概是以月为单位啊，一般像这种情况清理完不做处理的话，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又会形成很厚的一层壳。这个会连着皮啊，对，这里并为它跟这个表皮粘着的非常紧，带着一丝儿这个上皮就下来了。有很薄的一层啊，所以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这个后壁的。很薄的一丝儿上皮，随着这个真菌块儿。我当时为什么考虑真菌？因为有一批病人在使用抗真菌药以后，这个生长速度就明显减缓了。后壁有点小范围的出血，这个很快就会结痂干燥啊。后期使用抗真菌的药物，这人是双耳啊都有，刚才是他的右侧啊，现在呢？哦，这是另外啊，今天我这加这个的时候加错了啊，这个不是那个人的，跟那个人不是同一侧啊，这是另外一个人，也是这种，有点叫我形容像皂一样啊，就肥皂的这种皂啊，皂化的这种。这个深方可以看到有这种真菌的隐隐约约真菌的痕迹了啊。我之前碰到过这种病例的时候呢，曾经考虑会不会湿疹啊，但是使用激素以后效果不好，而且激素不能长期使用啊。刚才把这个窗户关一下，外头太吵了。后来就改用这个抗真菌的药啊，发现生长速度明显就慢下来了，所以我一直后来就把这个是按真菌来处理，它是可能真菌的一个特殊形态啊。之前看见的真菌大部分是这种啊，有这种菌丝的啊，所谓的长了毛，那么或者是那种粘块啊，这种豆腐渣啊这样的这种粘块。这种呢，很多耳科医生，包括我之前啊，大概在4、5年之前，也把它当做普通的定宁啊。但是在这个因为见的多了，就发现慢慢这个东西不对啊，而且尤其是在耳内镜下，它这个明显跟一般的定宁是不一样的。
掀起来啊，它这个相对薄一点，不像刚开始刚前面那个啊很厚的那种灶样的那个，拿钳子直接就能一整块的拿下来啊，这个太薄了，如果直接拽着半中央就断了。这个已经糊在了鼓膜上啊，会感觉到有些闷度感啊，有的人是痒，有的是觉得堵啊。我们上钳子加啊，就像指套一样的啊，这种。金砖啊，金光闪闪。好啊，这个后期涂抹抗真菌的药物。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